有人问我，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我说没什么秘诀，我是有经验，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，叫做知识、汗水、灵感和机遇。知识是基础，汗水要实践，所谓灵感就是思想火花，思想火花人人有，你不要放弃它。机会宠爱有心人，在英文讲呢叫做 Chance favors prepared mind。